徐坤在节目《偶像练习生》中因勤奋努力表现出色，一炮而红。出道后粉丝数量飙升，一度走向人气巅峰，蝉联内地势力榜冠军。走红后，蔡徐坤并没有像许多其他明星艺人参加各种节目增加曝光率，相反他一直默默在做自己喜爱的事情，做音乐。曾在采访中有人问他有何打算，他表示首先希望拥有自己的作品再说话。花花世界静守己心，对蔡徐坤来说，8月2日是特别的，是自己的生日。这个生日他的生命中多了特殊的人，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生日。蔡徐坤也曾表示今年的生日会很特别，我会和 Aiken 一起度过。 Aiken 对蔡徐坤的意义不仅仅是粉丝，更像家人，所以今年生日蔡徐坤为大家准备了礼物新歌。然而新歌首发就遭到了 Aiken 的吐槽，新专辑居然免费，你个大猪蹄子。这一声骂倒是很温暖，真的像是家人之间爱的吐槽。这一刻礼物显得无比珍贵。